各位朋友大家好，这是 Riverside 的早晨。附近是有机场吗？这个飞机这么大，在下降。这是加州的旅馆，可以享受一下清晨的阳光，早上6:35吧，有点凉，稍微有点凉，因为现在温度是正好，平常就是60多，早晚的话可能是有个40-50度。这是这个旅馆的休闲区，等于是游泳池。他说这水是温的，但是实际上也是不行啊，还是有点凉，稍微有点凉。有点凉了。这个飞机还是比较忙的，你看这边这个点儿就是个飞机，估计是安大略机场的。这边是等于是占着交通要道的，旅馆一般离那个交通要道比较近。你看它的牌子，你像这个卡车司机停车休息可以在这儿，也有这个本地的骑自行车的，这边做烧烤的，那边就是著名的10号公路，再往南是60号公路，这是一个大动脉啊。你看清晨的时候这个卡车已经多了，这边是一条河，有一条河流 Riverside， 就是河滨市，必须是有条河呀。加州这边还是缺水呀，有点缺水。这是老莫早上6点就开始上班了，然后刚才我走这个小门没进来，让他给打开，他正在这种辛勤的工作。墨西哥人很有劲儿，很壮，身体很壮实。本身这个加州也就是人家加州新墨西哥这些本身就是人家的城市，他要给里面加药水啊。问问他这个是什么 ？What's this？ 抖音。What's？ 抖音是什么？哦 ，It's keep the clean。Yes. This is for clean the water, chlorine. Oh, one green. And this one,、mm-hmm. put it inside. Yeah, this is for the big one. Oh, big one. This is for big one. This is for small one. Uh-huh. Okay. 他要里面加药水，加完药水以后就是可以了。要换水。每天要换水，这几天看着还是有人来游泳的。加州这边还是缺水吗？缺雨水，如果半个月啊，10天半个月能下场雨就更好了。温度是非常好，天气是非常好。这是个叫做救生员坐的座位。包起来了，因为不常用啊。这个就可以进到泳池里面了。好，感谢您的订阅，您的订阅是对我最大的支持。您的点赞和评论，我将及时回馈给大家。谢谢您的收看，下次节目再见。这是张亚东在美国加利福尼亚的Cotton。Cotton Riverside 这边 ，Cotton 给您带来的报道，拜拜，再见。